而家我哋邱氏係咪面對好大嘅債務危機？阿爸，你點知嘅？我可以喺邱氏嘅發展基金裏面撥10亿、8亿俾你，你可以考慮一下。本人邱漢陽將委託以下人士代行於邱氏集團一切相關。我哋係隸屬商業罪案調查科。邱漢陽小姐，現在請你跟我哋翻去協助調查。我點樣喺兩個星期揾70亿出嚟？真係曾經俾你爹哋衝擊過，腦部血管突然間爆。主席除了有投票权之外，是不是还有否决权的？你制造的错误不可倒退，我脑内的爱